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成语动画廊。今日我哋讲嘅系当机立断。话说古代系冇电视机噶，所以古人唯一嘅娱乐就系睇电影。而当时有一出非常具影响力嘅电影叫《断背山》，成功令到好多古人出柜。于是诗人就作咗呢个成语，以表扬佢哋立即承认自己系断背嘅勇气。所以当机立断就系喺紧要嘅时刻立即做出决断咁解。造句练习，今天我学了一个成语叫当机立断。完。